被儒略说，为一切众生，从本以来，辗转因缘，常为六亲，以亲享故，不应食肉，驴骡骆驼，狐狗牛马，人兽等肉，徒者杂麦故，不应食肉，不尽气愤所生长故，不应食肉，众生闻气，悉生恐怖，如旃陀罗及檀婆等，苟见憎恶，今不群吠故，不应食肉，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，不应食肉，凡愚所事，臭秽不净，无善名称故，不应食肉，令诸咒术成就故，不应食肉，以杀生者见行起食生畏者故，不应食肉，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，不应食肉，令口气臭故，不应食肉，多噩梦故，不应食肉，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，不应食肉，令饮食无节量故，不应食肉，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，不应食肉。我常说言，凡所饮食，作食子肉想，作服药想故，不应食肉，听食肉者无有是处。复次大会，过去有王名狮子苏陀梭，食种种肉，遂致食人沉迷不堪，即便谋反，断其俸禄，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，不应食肉。复次大会，凡诸杀者为财利故，杀生屠犯，彼诸愚吃食肉众生，以前未往而补诸肉，彼杀生者若以财物，若以钩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，种种杀害屠犯求利，大会亦无不教，不求不想，而有余肉，以是义故，不应食肉。大会我有时说这五种肉，或至十种，今于此经一切种一切食，开除方便一切息断。大会如来应功等正觉，上魔所食，况食鱼肉，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，是一切众生犹如一子，是故不听令食子肉。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曾昔为亲属彼会不尽杂不尽所生长闻气息恐怖，一切肉与葱及猪酒蒜等种种放一酒修行常远离，亦常离麻油及猪穿孔床以彼猪细虫于中极恐怖，饮食生放一放一生诸觉从觉生贪欲，是故不应食。由食生贪欲，贪令心迷醉，迷醉常爱欲生死不解脱，
为利杀众生以财往诸肉二俱是恶业死堕教呼吁。若无教想求，则无三净肉，彼非无因有事故不应时。彼诸修行者由是悉离远十方佛世尊一切贤呵责，辗转更相识死堕虎狼类臭秽可厌恶所生长愚痴，多生旃陀罗列尸檀婆种或生陀夷尼及猪肉食性，罗沙猫狸等便于是终身复相与大云央觉利摩罗。即此人家经我昔至断肉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呵责，时已无惭愧深深常痴明先说见闻已已断一切肉。妄想不觉之故身食肉处如彼贪欲过障碍甚解脱。酒肉葱酒蒜悉味甚道障未来世众生于肉于吃说。言此尽无罪佛听我等时时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。知足身厌离修行行起时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。虎狼诸恶兽很可同游止若食诸血肉众生悉恐怖。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被证解脱。即为圣表相是故不应时的身犯智种及诸修行处。智慧富贵家私由不食肉。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第四。